好了吗？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我好像对吧？行了，我有跟你再见。啊！你到底啥意思？你有什么企图？我对你能有啥企图啊？知道这是啥吗？啥活？拿着擦一擦。哎嘿，我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，人类。实现愿望是吧？嗯。我想见林大饼。好的，这是你第一个愿望吗？马上实现。哎呦，走吧。干嘛？又是懵逼中来到了机场。啊，就这么过去吗？那不然怎么说是神呢？我觉得神的法力可能比较有限。那我该干啥呀？真正的神应该是打个响指，我唰就过去了。那行那行，那你把眼睛闭上，我打响指了啊。是不是自己很幽默？满足你的梦想，这就是安娜贝尔啊！我以为梦琪呢，这是葫芦娃吧？为什么给了我一张情敌呀、啊？欢迎来到迪士尼乐园。李大边这么火，超人气女明星，美了美了美了。来吧，好幻福。妈咪贝尔，真是妈咪小贝尔，真可爱，小狐狸。你都不觉得可爱吗？贝尔，跟妈妈说拜拜，爱你贝尔。新大陆。转角又见到另外一个心头号了。可爱。我想买个气球。实现你的愿望。哎，你好。对不起，这个愿望我实现不起。哎呦，我发现担心，疯了疯了！国浩与黛西近距离合影，大午夜时间，我居然在陪国浩。你说一会儿我能让黛西挽着我不挽唐老鸭吗？应该不行吧？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国浩打算跟唐老鸭说，他想跟黛西单独拍一张。你是在找茬呢吗？有点不好意思吧，有点对不起唐老鸭。他好紧张。唐老鸭会不会伤心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们都是人扮的人偶啊。啊！我跟大伯跟黛西照一张吧。喜欢你，他每天收集了很多你的周边，梦里还喊着你的名字，他特别喜欢你。合影吧，来，新年快乐，黛西唐老鸭，大大大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好不容易再来一趟迪士尼，今儿我必须玩个痛快。我们现在就去抢 VIP 中心的陈洛宝了，下去吧。再玩一遍没那味儿。这就是个影片，影片你看无数遍就不会有那种一开始的感觉。芝士海苔烤玉米，35一根的烤玉米给大家试试啊。这个缺心眼吗？上面是芝士酱，还有些碎东西，还是挺好吃的。那个赛场卖的9块一根差不多，其实。美女，地皮片。这是我们都第一次玩。特别一点。你在干啥？喝醉了。啊，这居然是电影。这是一个360度电影。哇，我们飘起来了，友子们。这也就是看一些壮丽自然景观，画质没得说，但可玩性比较少，就等于看一场高级电影。我想去北极玩啊，国浩。啊，是天鹅堡，我去过。晨晨，你又在干什么？30元买个林娜贝尔棉花糖。你有毛病吧？可爱呀！它的量甚至没有街上2块钱卖的那么多。这个是糯米纸可以吃的。你先一口把林娜贝尔吃了。哎呀。嘴巴张小点行不行？这吓死人了！今儿是给你开心了呀，安娜贝尔也见了，林娜贝尔，然后那个紫兔子也见了，新大陆，那你就满足了呗。Later， 行了，第二个愿望想干什么？我想开飞机，这你能实现吗？有一些难度，咋了吧？但是没有问题。你说不会纸飞机吧？闭上眼睛。我是不是开飞机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快了，快了，多少钱再推一点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跟你没啥关系吧？这就是不能开飞机了。
对啊，那我现在给你个这飞机，你敢开吗？就你干的鬼样子，大家全死了。哇，我现在好佩服那些学航天的人，就这些按钮，他们怎么分得清的呀？这个还要对，这个也要对，然后这个也要对，然后这个也要掌握，就是这个开车难很多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难。你们看这个方向盘是不是真的超级帅？这你们看得懂吗？就像我这种解读废，不是一点都看不懂。圆满完成任务，飞行的愿望也满足你了。太有意思了。现在最后一个任务，好好把握。行了行了，不为难你了，来个简单的吧。我想去重温上海科技馆，满足你。上海科技馆，好开心啊！来，小时候因为我有个特别亲的亲戚，他住在上海，然后每年暑假我妈都带我来上海玩。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科技馆，超级好玩，我的童年的梦中天堂。真的大汉，你在别的科技馆看到过吗？看过。不好意思，我长相猎狗。你的眼神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大鳄鱼，机器人世界，他们在跳舞吗？对呀、啊，小时候最想玩这个游戏，看我现在还能不能做到手不抖。你肯定过不去了，我那手也太晃了吧，碰到了都撞出声来了，装啥呢？好酷啊！食物的旅行超级有意思，我带你逛一下。现在你就是一个食物，就是被吃下去了，在人体的各个地方跑一圈，超级有意思。我现在是要被吃掉的食物了。刷屏我是你，我最后一个大妈，第一人称体验被吃。总不能是可乐吧？爱吃它。我们下的是不是有点快？换西吧，这是。我怎么感觉他用特别温和的语气说特别可怕的事儿？妈呀，好可怕呀！照你喜欢吃的东西，这玩意儿能播吗？骂谁呢？对，你排斥我。我就玩个东西，结果变成屎了。你那种感觉就是科技真的非常的奇妙，当那些东西这么直观的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特别的震撼。你发现没有，今天很大一部分我们都在体验什么呀？啥？科技的魅力。今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科技与时尚的结合。好帅啊，这个车太有眼光了，王女士。我是您今天的林肯销售顾问小郭，老本行了，属于是。为您介绍一下这台全新林肯 Z。看这个大灯贯穿的是不是充满科技感？什么叫贯穿？你看啊，就唰一下就过去，你看到没有？唰唰唰唰唰了，帅不帅？帅。前面这个五轮我觉得好好看啊。没有错，星耀前格栅搭配林肯标志性的十字星徽标，什么叫繁星点点的？来来，再看看后面来，这个超红尾灯大吉大利，红红火火。哎，这个寓意好。走上车。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内饰了。听说您先生对内饰要求非常的高。不止我先生，我对内饰要求也挺高的。咱们今天就看看这个。王女士，这个内饰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？最吸引我点就是这个屏幕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屏幕也太大了，而且它最牛逼的什么，它是一块的，整块的，全景的，12.3英寸加27英寸贯穿式全景屏。跟你开玩笑的。他说我觉得这个修车顾问让我想打他，态度跟客户说话骄傲，而且这块屏还支持智能分屏模式。哇！我开车的时候，如果你无聊了、你还能在你面前的屏幕上看电视，不会打扰到我。天哪，太神奇了！我终于不用一直看着那个地图了。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128色的氛围灯啊，128个颜色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还有更帅的，开启舒享十分功能。哇！你好，林肯，我来了。放一首王女士喜欢的歌。这是天堂吧？这个座椅坐得好舒服，我想睡觉。带加热、通风、按摩的皮质座椅，它能不舒服吗？郭浩能亲自带我看看这么美的风景、啊、来吧王女士，想去哪儿咱们试乘一下。不饿了。没问题。你好林肯，在呢。导航到最近的餐厅。好的，将为您导航到丽士顿中餐厅。那咱们出发走。你好林肯，在呢。我有点冷。驾驶位已调高2度。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功能，来王女士，给你先生发一条时空密信吧。啊，这是啥？输入你想说的话吧。哇，这功能好浪漫。嗯，是你想要你某一天会收到一条特别的信息，当然这个信息是在之前，我就是你想传达给你的。啊，这也太感动了吧。天哪，如果你跟我说一个我爱你，我就会感动的边开车边哭。好喜欢这个功能啊。这个车怎么样？肯定好啊，是我的更好了、啊、可是你的愿望已经用完了。看那抠的骚的屁儿。哎，给孩子饿的，玩得高兴吗？我女人不能不高兴的。哎呀，真是哎哎哎哎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